朝共恐惧流言日，王莽迁宫下世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再次南顾，太祖剑指南汉，一丘之貉，刘氏暴虐无道。当赵匡胤和他的幕僚把目光聚焦到南汉，他很少见的变得愤怒，变得急迫。如果说对李煜他们还有三分怜惜之情的话，那么对南汉的刘氏一脉就真的只有极度的鄙视和厌恶了。为什么呢？因为南汉的刘氏啊，是一条既脏又丑，难看到了极点，没有办法形容的满身溃烂的臭蛇。趁着中原动乱，躲到酷热偏僻的最南方，张牙舞爪，无恶不作，只是没人有空去搭理他而已。他却偏偏以为自身有剧毒，人人都退避三舍。这话为什么说这么严重呢？咱们还得往之前说。话说好多年以前啊，当然这个以前呢，咱们是指演义当中的以前。当猪八戒第一次见到九头虫的时候呢，说这么段话，曾经对他大哥惊叹说，哥呀，我自为人也不曾见过这等个恶物，是甚血气生此禽兽也。啊，这个是吧，你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的，对不对？什么东西能生出来这么难看这么恶心的东西？可以这么说，要是比起五代的南汉姓刘那些皇帝来，这九头虫啊还真的什么都不算。怎么话这么讲呢？南汉的第一位皇帝啊叫刘志，称帝之后改名叫刘延啊，之后呢又改名叫刘公啊，这个延呢，咱们之前那个延也是延时的延，再后来又改名叫刘延。这个延呢是上面一龙底下一天的延，上龙下天，取周易飞龙在天之意。这名字改的有点乱啊，不过这就是五代时的传统。除了赵匡胤英雄不改本色之外，就连后来的赵光义不也改了名，原来叫赵匡胤不是。刘延绝妙，公开宣称寡人此生难成尧舜禹汤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成圣贤君主了啊，但不失为风流天子。这句话放在当今网络世界里，那可能万人生厌，俗不可耐啊，但是在当时那可是石破天惊，精彩绝现。哎呦，翻阅中国历代史书，除此一人之外再没有第二家敢于如此坦率真诚实话实说。那么你看看他都怎么着，风流天子都怎么享受生活的呢？其实倒也没什么哈，就是每年呢都修修宫殿，一般来说呢就内部装潢档次高点，标准级别是以黄金饰顶，白银铺地，殿中开设水渠，渠底遍布珍珠美玉，再用水晶琥珀琢成日月形状，镶嵌到殿中玉柱之顶，在宫殿之中就能看到山川河流之美，日月星辰之光。再次强调啊，这只是一般规格，史书当中提到过他晚年所修的南薰殿，已经让上面所说的这些摆设变得陈旧寒酸不堪入目了。到底有多华丽你自个儿想象去吧，你能想象多华丽就有多华丽。不过估计啊，你想象出来那华丽都不赶不上他那华丽，因为此人太有创意，而且魄力之大让人惊掉下巴。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从他另一个大爱好当中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刘延还有什么爱好呢？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别人上刑。古代流行下来的流传下来那些个什么诸般的酷刑他都用啊，古代没有的他随时都能因地制宜推陈出新啊，比方说灌鼻、割舌、肢解、哭涕、炮制，还有这个烹蒸等等啊，这些都是他的太平常了。比较有特点的就是他建造的水域。水域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是这牢里边都是水。不过咱们话说岭南多蛇，那么再扔进去几条蛇吧，效果就会截然不同了。而他还特别喜欢亲眼目睹啊，刽子手施行，并且呢随时转移会场到他的宫殿里边继续开工去，以便他指导修正，一边在天堂里享受一边就近观赏。还有啊，当他偶尔兴致突发的时候，就会把人呢先扔到热水里，再取出来拿太阳晒，再敷上盐和酒，再去晒，晒完再扔水里边，如此九蒸九晒，直到皮肉烂光慢慢死去。你这是个人吗？
就这样，他华丽且刺激的一生这么过去了。为了纪念他，岭南人民给他取了个外号，非常响亮，叫真娇身啊，真娇身，对吧？你简直比那毒虫还毒。他的儿子们为了纪念他，就在他的基础上把这一切就变本加厉了。他们不仅对子民们更狠，而且开始了自相残杀，其规模和效果都远远超过了唐代的各代皇帝。唐朝的每一位皇帝登基之前都会手足相残，但是除了第一代之外，绝对不会弄到只剩第一个人啊。南汉呢就绝对彻底了，自刘演以下两代人一共近20多的兄弟被三个皇帝通通干掉，有的还被全家抄斩，一个不留。最后的胜利者叫刘胜。胜利之后的刘胜自我感觉极好，残暴者在没有被硬性打击之前呢，总会把凶残当成勇敢。此人对北方啊，对他来讲，那可真是广州以北全是北了，对不对？他对北方每一位皇帝都不屑一顾。郭威开创了后周，派来使者向他问候。临走的时候，刘胜啊送了他一只特别香的岭南特产鲜花，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茉莉花。但是郭威不认识啊，使者替刘胜传话说这叫小南墙。郭威把花闻了好一会儿，细细品味，最后只是微微一笑，就此扔开。但是北方人都记住了，一直记到了刘胜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刘昶当成了皇帝。历史证明，刘昶的治国业绩比他祖先们更上层楼啊！青出于蓝之后的那种不知是肾气血才生出来这种禽兽的特殊遗传基因啊，在他的身上发挥的那叫个淋漓尽致。刘昶16岁当皇帝，堪称年少有为了，而且就当皇帝的资历来讲，赵匡胤还得拜他下风。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刘昶19岁的时候，赵匡胤才在陈桥驿披上了黄袍子。当时这个南汉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也不要太吃惊，他竟然比以前更强盛了。什么原因？原因是刘昶的老爹刘胜。小南墙那不是白叫的呀，他在公元948年突发神勇，出兵楚国，就是今天湖南大部啊，立国者呢叫马殷，苦战近3年，夺得了义连等10州之地，并且呢把当时正处于全盛时期的李璟给击败了，硬生生的留住了胜利的果实。这就是少年刘昶幸福生活的开端。岭南两广之外，再加上湖南大部，哎呦，从此呢他就开始了对自己国家的改造，使之变成他梦想中的国度。他这个行为啊堪称绝妙。怎么讲？他爷爷那叫真娇身，他父亲那个行堂那叫生地狱，他更绝，在照例把所有兄弟都砍翻了以后，把整个南汉朝廷变成后宫了。他说这怎么能变成后宫了，那南汉整个朝廷都是女的？也不是，具体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将近 90% 的臣子啊都成了太监。而且的理由充分，也且非常实际。你听一下当时南汉第一权臣公程书啊，他就是个太监啊，他的高论，他怎么说的呢？说那个陛下，群臣皆有家室，所以各有私心，唯有宦官无牵无挂，干净利落，所以才能为陛下重信效力呀。如此高论让刘昶大为倾倒，好，连连点头，说的对，立即实施，来来来，你们都给我切喽啊。从此南汉朝野混成一家，无论他走哪儿，哎，都能像在后宫里一样温馨可人。于是南汉的高官们就剩下两条路可走了，一个呢就是自杀，另一个呢就是啊，历年赶考的举子们就更得注意了，他们从此啊就只有金榜题名时，可再没有洞房花烛夜了。功名利禄和光宗耀祖，那只能任选其一了，因为你要是想金榜题名时，你就得放弃洞房花烛夜。这还只是刘昶的政治工作一面啊，他下班之后回到家里啊，那就更让人出其不意了。按说这南国万千佳丽，你想湖南的什么这些地方，那都产美女的地方啊，你这都不错了，哎，你在刘昶眼里这都是太平常，稀松平常。而刘昶爱妃啊是一位外国美女，出产自神秘古老的波斯，哎，这位美女又胖又黑，而且力大无比，跟中国咱们这个审美的这种窈窕淑女截然不同。哎呀，刘昶一看太喜欢了，哎呀，这简直世界没有比她更美的了啊！赐号叫什么呢？大伙儿不要惊讶，叫媚珠。媚呢就是妩媚那个媚，珠呢就是那个吃那个珠啊。
从此这媚珠啊专宠后宫啊，这是雨露均沾都做不到了。朝里的三公啊三师啊这些个高官呢都成了太监了。嗯，全国最高的精神领袖呢则由一位叫做樊胡子的这个女巫担任啊。你别以为樊胡子就长胡子啊，这样刘长才终于感到哎呀都和谐了啊，终于是家天下了。接下来他所有的愿望就只剩下一点了啊，让美好的时光无限的延长吧。但这个时候赵匡胤终于在公元的969年从太原城下回到了国都开封，他这目光飘过了长江，越过了南唐，直接射向了躺在媚珠身边欣赏酷刑的刘长的身上。一切就此终止吧，这些世袭的禽兽恶棍啊，到此时为止这样的噩梦已经在岭南两广做了将近60年了。此前赵匡胤无论是出兵京湖还是讨伐后蜀，都尽量的找借口挑毛病，生怕为人诟病，但这次打南汉那完全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大快人心的事儿。我个人也非常相信赵匡胤当时所说的那句话啊，我必救此一方黎民，这是实话是吧。剩下的问题呢就是要找一合适的主帅了，那是谁呢？赵匡胤不再考虑那些威名赫赫的宿将了，不久之后他就要再摆一桌酒席请人喝酒吃饭，那么就是新人啦，曹彬吗？不是，宽厚的将军应该留给风雅的敌人。赵匡胤的眼前浮现出了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个人步履清洁，神情英悍，连笑容都像青刀薄刃一样锐不可当。赵匡胤相信这个人呢一定会把所有的噩梦都还给刘氏禽兽，让饱受其害的两广人民看到最凶残的往往就是最可怜的，只要你能戳破他外边那层硬壳。下面咱们就得有请赵匡胤亲自发掘培养出的第一名将隆重登场了。谁呀？说出这个名字来大伙都熟啊，但是在大伙印象当中这个人呢和实际上这个人那是有很大出入的。谁呀？潘美。一定有人会问了，是不是搞错了？北宋第一良将不是曹彬吗？哎，注意啊，咱们说的是第一名将潘美，其功勋战绩都遥遥领先于任何人，包括第一良将曹彬。而所谓的良将之良字，此字是可褒可贬，内涵丰富，深有玄机，一切都看人怎么理解了。给大伙介绍潘美。潘美字仲寻，河北大名人也，古之燕赵悲歌之地是潘美出身之所，就是今天河北大名县人士。他的父亲潘林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军校，他起步的时候注定是要从最底层开始的。但是潘美胸怀大志，曾对好友王密这么说，说这个汉代将中凶臣肆虐，四海有改补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进，可修也。正如大丈夫生于乱世，当提三尺之剑立，不世之功以生天子之阶。潘美的功名啊，是从后周这个世宗皇帝柴荣的第一仗高平之战开始。虽然没有准确记录，但是他在战后呢以功升迁，那这个升成了什么呢，叫新上阁门副使。从此呢他在后周朝野开始崭露头角，并且被赵匡胤所倚重。再之后呢，赵匡胤呢在陈桥兵变，潘美敢于一人先回开封，使得后周满朝文武呢听他一人传信，就群情慌乱，束手无策。太后带着小皇帝出宫避难，在宋朝确立之后，潘美又单骑入陕，带着赵匡胤的政敌袁岩入京啊、这个觐见，这是他的胆。史书记载，赵匡胤在兵变当天回到开封，进皇宫里清理出柴荣的遗迹的时候，可以看到潘美之人。人在哪儿呢？因为当时啊发现了柴荣的两个最小的儿子，其中一个是纪王。赵匡胤问怎么办，赵普微微一笑，指挥两个字，去之，就是杀他。那、啊、你上海话叫乃祖他。周围人纷纷赞同啊，这个唯独潘美呢以手掐住柱子啊，低头不语。赵匡胤问，如以为不可耶？潘美沉默不吱声。赵匡胤这时候长叹一声，哎，吉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认为啊。这时候潘美才说话了，臣与陛下借北面是周世宗，劝陛下杀之，即复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疑我呀。
但他仍然把柴荣的一个儿子抱回了家，当做自己的侄子来养。那从此呢，这个赵匡胤不问他也绝口不提。这就是潘美的人，他可以追逐名利争夺功勋，但是绝对不会不顾一切泯灭天良。再要说就是他和曹彬的功勋比较了。曹彬平南唐，潘美平南汉，且南汉是长途奔袭克境作战，是北宋向江南开疆拓土的第一战，难度啊远远超过平南唐。而在南唐之役里，潘美是曹彬的先锋，很多仗都是潘美为曹彬打下来的，所以第一良将就是坐享其成。平定南唐之后，潘美啊习不暇暖，又披挂呢为帅，哎，为赵匡胤第三次出征北汉。那个时候潘美正当全盛之时，战阵之上锐不可当，眼见成功，后方却传来了珠光浮影，第三次北征的戛然而止。到了赵光义时期，太原终于被攻破了，潘美是宋朝太原的第一任留守，就此在北疆守边和杨业亲密合作，屡破辽兵，那是宋朝当时最强的边境屏障。再后来赵光义雄心壮志，派潘美与曹彬崔彦进呢分率三路大军向北挺进，去收复燕云十六州，潘美负责西路。正是这一次出征发生了他一生当中最为人诟病的那件事，北征失败，杨业战死。但是看全局，潘美一路摧枯拉朽，连下环硕云三州，他进展过快，让中路主攻的曹彬相形见绌，曹彬就此守住两端，忽进忽退，自乱阵脚，导致了齐沟关大败。曹彬败了，潘美也不得不撤退，之后才发生了杨业在陈江谷兵败无援，力战殉国的憾事。这件事呢，后边咱们还会细说，因为还有细节，到时候咱们会细说。细究根源，如果没有曹彬之败，何来潘美退兵？杨业怎么会死？但是潘美就此有愧于心，心中不乐，仅仅一年之后就病死在太原，终年67岁。纵观潘美一生，不愧为一世之雄杰，人中伟丈夫，可恨一个不知名姓的明朝人写了一本《杨家福演义》，从此潘美就变成了潘仁美，就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奸邪之徒，连他的形象都被写成了张飞和判官合体的脸，一个怀孕母猪的肚子，再套上件深黑色的官袍。而他之所以能呼风唤雨，完全是因为他的女儿是赵光义的西宫娘娘。天可怜见呐，潘美的孙女是宋真宗的媳妇儿，是赵光义的儿媳妇儿，并且才22岁就死了，死后才追封的张怀皇后。真正有后宫之力的是曹彬才对，第一良将的孙女嫁给了宋仁宗，就是那位杀伐决断权倾一时的曹皇后，都曾经垂帘听政过的。再后来还有位更强的外曾孙女，就是那位帮某位砸缸成性的仁兄复旧的高太后。潘美曹彬，这是闪耀在宋初疆场上的双子星座，都是汉人的骄傲。只不过曹彬被当时推崇，被后世敬仰，潘美呢却日渐零落，被众口铄金，谣传成了一代奸邪。现在想起来也真够悲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误会啊。他从赵宋官家那里挣到的每一分钱，闻一闻都充满了沙场上的血腥气，扔到地上每一块都足以硌痛曹彬的脚。但这就是命运，从宋朝开始的时候，中国就成了干活受委屈好性格的才被嘉奖的混账世界。但这时候的潘美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他每天所做的事儿就是兴致勃勃全心全意的向北方和南方不断的眺望，向北等他的皇帝给他下命令，向南他时刻都盯着南汉的每一个风吹草动。他清楚战斗的命令随时都会下达，他的心已经在跃跃欲试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赵匡胤对南汉做的第一个动作竟然不是给潘美下达进攻命令，而是先对南唐的李煜提出了一个要求。赵匡胤对李煜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与之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